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I'm here with Shuangzi. He's Beijing's best rapper, and he's also the first rapper that we've ever had on the Soundstage. Now, historically, rap has usually been about social issues, and this episode is no different. This one is about education, and I'm gonna get my school on too. Shuangzi is gonna teach me how to rap in Chinese. I think I'm good enough now. 好，老师，请教我怎么说唱啊。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个梦，所以每个孩子的未来都有所不同。给他一个干净的天空去跑、去追、去飞，你不必担心他会迷路。对错，哎，你行吗？每个孩子就是但是我说，哎，谁给这些孩子们写过东西啊？这些孩子们。已经没有童年了，已经没有自己了。都有所不同，给他一个干净的天空，跑去追去飞，不必担心他会迷路，对错是非，也许根本不需要你的帮助，他会找到他的理想，他的快乐出路，这就是他们该有的追求，他的态度，何必按照自我方式给他不平等的约束？这个欲望世界里有理想多不容易，别藏起他的吉他，让他试着创造奇迹。我们也都遇到有理想不被欣赏，每当我们想到这一刻，都不会忘。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想要让他得到很多，或得的比别人多，给他做不完的功课，让他离不开这课桌。你看得见吗？陪他的笑容早不见了，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在家和学校之间穿梭。这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你不知道。你认为只有考上名牌大学才最重要？他画在墙上的画你从来都没有看过，他嘴里唱的都是他的生活中的创作。别捂着他的嘴，别挡着他的腿，让他去说去做，别等到有天会后悔。这世界经历后才知道没有想象中好，给他更大的空间，他才不会变得渺小。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让他去说，让他去做，给每个孩子一个自由的心，快乐去生活。那白色的沙滩，蓝色的海，幻想快乐的生活，扬起自由的帆，在成功这条路上永远看不见终点。你该告诉他的不是逃避，勇敢面对危险。很多人都学不会，他们很多人都总以为，很多人都不懂自由和爱到底多珍贵。多少人曾告诉我们继续你的梦，又有多少人在耳边说过这样做也没用。不是给他更多，学会松开双手，他未来不是满分，或许是个精彩人生。人生不会白过，但理想瞬间就会埋没。做过不一定行，没做就一定是不行。
大概是上中学的时候，我买磁带，偶然听到这个美国的说唱音乐，然后自己当时也翻译过那些歌词，就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就完全吸引到我，就是用一种说的这种表达，非常直接的表达来讲生活，来讲故事啊，来讲人文，讲等等一些就是没有不能说的，所以一下就触动我。之后然后我也想，哎，为什么不能把我的生活也这么表达出来让所有人听，包括我们从这个乐队的这个配器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编曲上都是按摇滚乐的，就是我，因为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特别喜欢摇滚乐，而且好多乐手，这所有乐手都是在从事摇滚乐队，就是除了我们这个乐队以外，他们也在从事摇滚乐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我们都特别喜欢的一种，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适合我们的风格，叫说唱形式的摇滚乐队。那中国这个教育就大家都深有体会，因为都是从这个体制走出来的，然后我觉得有好多好的地方确实，但是他对人的个性的培养还有栽培就是太过于束缚了，就是当他们觉得你可以了，可以走向社会，可以去实践，可以去自由生活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模式化的产品，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个性的那种东西了。因为中国家长的习惯是小孩就是自己的独有的一个物件，不完全是一个人，也当然是也是一个人，但主要也是一个不平等，也是一个物件，他就觉得是吧，你是我生出来的，那你就应该听我的。这个方式就是有点中国特色，中国教育嘛。对，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后边的一点的小孩也是这样的。我小时候还不是是也是挺淘气，但是学习很好啊。让你们他妈你们一乐，这事儿就成假的。哎呀，不是你们一乐，这事儿成假的了，这是真的。我小时候学习，自己都慌。我小时候，我跟你说，我们头老师要是看那个，就是原来的老师要看那，气歪了。不是，他肯定说，他没说瞎话。我小时候学习很好，啊，小学。小本儿，你这我小学就是那个一个重点，就是实验小学。我中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中学，然后往后就是那是我自己不想读了，那后来是我自己不想读了，我觉得那个哭眼泪了，我觉得那个特教条没你，我选择是自己在家看书好来着。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要不是书太贵，你就买了。我母亲是个另类，就是当大家都在上学时，我妈就跟我说，想学学，反正只要不出去招灾惹祸去怎么都行。然后呢，对，哎，不是，早年我妈是北京八大那的一大迪厅的经理，然后回来说，你干嘛，你学 DJ 去吧。就当时我还不知道 DJ 是什么呢，我妈就说你学去吧，那玩意儿挺好的，就这么学出来的。然后谁知道，这当时我妈也说就少让我跟她接触，就是因为她学习太好，重点学校的。像我们这样特别没有名的乐队，就是曝光率特别低。你把刚才那话说完了，就曝光率高了。然后曝光率特别低，然后达不到那么大的宣传力度。但是有一个好的现象，你们发现了吗？发现什么了？你要疯。每一次我们现在就是演出都会有一些年纪特别小的孩子来看了，然后还有一些真没想到是一些年轻的父母带着这些孩子来看我们的演出，甚至于微博上面有一些年轻的父母还经常会问我，给我发私信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还有演出啊，说我们家孩子快放假了，说那个要带孩子来看你的演出。然后我当时就一下就找着那种就是
当大人的感觉了，就是我们的音乐是有责任的，我们的音乐确实给人传达了一些特别好的能量，以至于那些父母都开始拿我们的歌词当那叫什么范本，这来用我们的歌词来教育孩子，这是我们最想要的也得到过的东西。嗯。